看看。这个姨妹妹现在也学到懒懒了哈，哦，躺起吃。哪家里呢？是不是住在这个圈头的都有这个习惯、啊，喜欢躺吃？哦，你，姨妹妹，你看，你也给太哥哥学到起，只要一批评，眼睛就到处东盯西盯的。哪家里的？哦，你。哪个家里的？嗯，哪个家里的啊？听到没有？你这个肚肚哦，吃得胀鼓鼓的。问你，问你，哪个家里的啊？现在开始躺起吃了。呀，抢都抢不动，你看，你看。还给我抱到起哦！现在他是越来越调皮了，走了。